家好，我是老王。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奥特曼格斗进化。开局，咱们就发一个超级大招，这是迪迦奥特曼的最顶级的一个必杀技。我们对手好像是一个被魔化后的奥特曼，我们看一看这个超级必杀技过去能不能把他身上的魔气啊给去除掉。哇，非常的厉害，你看奥特曼身上魔气被去除掉了，恢复正常了。哇，咱们这一个对战的是这个暗黑魔人，我们南凯迪迦奥特曼开场就是一个超级必杀技过去。这一个必杀技我感觉是奥特曼格斗进化里面最变态的一个技能。哇，这个暗黑魔人也能被进化掉，身上的魔气被进化掉了，变成好人了是吧？太变态了，这个技能也非常的实用。好，咱们光之进化再来一个。我是老王，喜欢老王的小伙伴记得点击订阅，或者点亮下方的小爱心，给老王一点小小的支持。老王在这里也给您抱拳了，谢谢你们。咱们看一看这个暗黑怪兽被我们进化后会是什么样子，会不会灰飞烟灭啊？他也是把身上的力气给去除掉了。继续下一关，脚下路怎么走自己掌握，别计较成与败结果如何，放开手就是干。这个是被魔化后的赛文奥特曼，他手里有一个金钥匙，这个金钥匙如果给他发出必杀技的话非常的恐怖。这个他发必杀技的时候就跟狙击枪一样，发出子弹，然后会发杀个回马枪回来，威力啊大的恐怖，就连一个星球都可以给他打爆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一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，喜欢。